首先，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参加的老师。他是在我们小学的时候担任我们五年丙班，还有六年甲班的第三次之夜，这些同学呢是最有感情的一群啊啊，所以他一年甲班和二年甲班的老师，长得很漂亮，说话的声音很甜美，唱歌的声音很好听。我们在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校的老师，后来张文斌老师呢？拿到文学博士，在师范大学当教授，他也是我们同学张崇禧的大哥，所以他是我们老师，也是我们的大哥啊。陈老师也是我们学弟学妹的老师，所以他当然也是说我们老师了啊。还有他跟我的关系呢，我是廖荣树啊。他跟我关系不是师生的关系，又是同乡的关系，还有呢，他家离我家很近，也是邻居的关系。另外，他我们一起在长青大学，陈老师在那边唱日语歌，我在那边学国标舞，我们又是同学的关系啊。啊，今天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主席，两位贵宾，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顺南国小第37届毕业60周年的这个总举位。60这个数字是很吉祥。那今天我能够参加，我首先应该要感谢的是这次隔壁的9位同学，他们细心的筹划，今天我们大家才能够再相聚。那首先在今天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要欢迎的37届、36届的，还有38届的几位老同学，我们几位在台北都常常在一起，那么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一起，这实在是很难得，我们也很感觉到很高兴。那今天除了这个以外，那我们更要感谢各位同学，大家能够在百忙当中能够拨忙出来出席毕业60多年的这个同学会。主办同学是要辛苦的筹备啊，我们今天才有看到这么多的同学，又活泼又健康，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很欣慰。其他的刚刚张老师所讲的我就不要再重复了。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同学。三位老师，各位同学学弟，我是顺南国小第30届的毕业生，你们是第37届，但是我的年龄应该只比你们大6岁，因为我是7岁读书，所以我今年80，你们大概都74岁。给我活了这么多年，总有点心得，我的心得就是每天要运动，不止运动，一定要排汗，不排汗的运动没有效。我很感谢我的主治医师江正文同学。报告各位好消息，我吃到药以后连续2年，还有我今年征服了4个山：三清山、龙虎山、黄山、娥皇宫。我一马当先，年纪有轻的都要去做花杆，用台子走。因为什么？因为江正文大医师呢，把我照顾得很好，非常感谢。这是你们同学之光，我特别感谢他邀请我们来参加。谢谢各位，我今天特别还准备了2份礼物，我交给主办人。这个不成礼啊，
啊，不成，你只有一点点小意思。第二件事情就是，我80岁了，做一个文人呐、啊，总不能没有一点文章。我写了几首诗，但是我今天印的不多，每一桌发一张、两张作为参考。谢谢各位。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获益，在孙安国小，我是教36届和38届。刚好你们37届是在中间，去年就在这个餐厅，我们36届的毕业生也在这里办这个60周年的同学会。我当然，我跟我太太都来参加。明年38届，我教的毕业生呢，他们也会在罗东办这个60周年的同学会啊，所以这连着3次，去年还有今年还有明年，都是要办60周年的。那60周年，刚刚张老师、张文斌老师也讲过啊，张连华老师也讲过。一个很吉祥的数字，一甲子不容易，不简单。谢谢各位同学的邀请，谢谢主办人的辛苦，非常感谢，谢谢各位。来，跟各位同学来回忆一下过去，回忆过去。我们都是在光武前出生的小孩，各位记得你当年在小学的样子吗？不记得了。当时呢，我知道我们都是贫穷人家的子弟，我们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瘦瘦小小，但是我们都长得很可爱，很天真，很活泼。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呢，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游戏，我们去上学，来游戏，我们都过得很愉快的童年，所以小学生活我们是非常的难忘，很难忘啊。各位，你记得我们当时的老师吗？不记得，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民国39年，我们入学了。我们当时一年级有3个班级，一年甲班是林富美老师，今天来了林富美老师啊。刚刚很多同学都讲说啊，很难忘第一位老师，而且林富美老师，你现在看看，虽然他大了我们几很多岁，但是我们现在保养有方，看起来呢也跟我们从前差不多啊、哦，差不多啊、哦。他的声音很好听，他的歌很好听。我们希望等一下能够听听林老师的歌声啊。好、哦哦，谢谢林老师。一年乙班是陈秀金老师，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甲班是林富美老师，二年乙班是陈秀金老师，二年丙班是黄素梅老师、啊、我们跟黄素梅老师联络上，本来黄素梅老师说答应要来，可是昨天晚上黄素梅老师的儿子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黄老师已经85岁了，最近身体有点不好啊，所以不方便来啊。但是我跟他讲说，我们请他转达，我们同学都很想念他啊。到3年级的时候，我们重新编班，三年甲班是李大生老师，讲话的声音很大声啊，李大生。三年乙班是林天丁老师，三年丙班是江明松老师。江老师也是江正文同学的哥哥，他是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到4年级4年甲班是李丽萍老师，本来李老师已经答应说要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可是昨天晚上李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他不小心跌倒了，受伤了，
老人最怕跌倒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走路了，所以他讲他把脚养好了以后，下一次的同学会他一定参加啊。四年乙班是林天丁老师，四年丙班是严香婷老师，严香老师他年纪比较大，乡音很重，很多同学都说他在讲话我听不啦啊。今天本五年级的历史科老师啊，林思源老师当时是我们前学年的地理科的老师啊，地理科老师啊。各位啊，这次同学们的举办辛苦了啊，那当然。最辛苦的是廖荣士同学啊，刚刚廖荣士同学的复习哈，你知道廖同学是下过功夫的，下过功夫，他从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的老师哈，姓名啊哈，班次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也相信啊，我们所有同学的底性哈。张老师以前是打师范大学，师范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他虽然不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了，那事实上是在小学的时候，我对他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常常举办什么作文比赛那个时候在推那个合作社合作社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优点啊我们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啊。那个学校就找公差找到我了，说跟他们你要写一篇文章来参加竞赛。那因为我们小学生对这个合作社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识，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当时就是只好就按照书面上面东抄西抄。然后就交上去了不过交上去以后到后来那篇文章是得到奖得到全县的一个作文奖第一名第一名为什么得到第一名就是因为我那篇文章有经过那个曾文教授的加持了那事实上他改的地方都改得非常把一个很生硬的东西改成非常大家看得下去什么好处就是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以后不管青藏大众大学做的时候常常就加上一个何乐而不为所以刚大家看到我们张教授看起来比我们的同学看起来还年轻刚刚讲他抽血是板混包括我们同学里面抽血板混的也不会占很多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老师除了可以教我们一些学术上面做人上面的道理以外大家可以跟他们请教养生的方法这个是要食物的你找我没有用我的身体不一定比他们好所以大家要好好在跟我们的老师祝福以外也要跟他学习就是养生之道当然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同学来参加的同学还有一半以上的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改变相信因为我们乡下的人小时候就是比较动所以可能身体都保持得比较好那也恭祝大家继续保持健康身体那就是万事如意好谢谢各位健康不用担心好好的玩其实呢我们这次同学会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位同学来参加我们非常的感谢很多同学一接到同学的通知他马上说我要参加但是也有一些同学呢今天因为说有比同学会更重要的事情有事情不能来参加也有些同学呢很想来参加可是他说身体不行了
老的，有的人中风了，所以我们很无奈。像还有一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是远住在美国的江阿吉同学，我早在三个月前就通知他了，他这次就很无奈，因为心脏中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周期，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够坐长途飞机，所以他没办法回来，他很想回来，所以呢他说下一次同学会他一定要参加啊。他呢寄了一封信，用 email 写了一封信过来，要我在这里呢念给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听啊。我现在就来念这个江阿吉同学的来信啊。敬爱的恩师，亲爱的同学，大家平安，大家好，无限相思，无限情谊，日夜思想返乡定居，落叶归根，临归我族，魂归台湾，这就是最完美的归宿。今年同学会我赶不上，我愿和同学相约下次不缺席，我把身体养好就返乡等。非常感谢筹备的同学，我必应该更感谢张崇禧和廖龙树两位同学特别提早通知我。张同学知道我不能回去后，鼓励我寄生活写照回去，好让同学勿忘我。虽然长久流浪他乡，但心仍寄在台湾，时而想起60年前我们都是天真无邪的小孩，走在一起玩在一起，就是缘分的开头。经过大家努力珍惜，我们终有保留这份温馨的友情。也感谢同学的策划和筹备，辛苦你们了。最后祝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健康快乐、幸福如意，不要忘了我哦，谢谢各位。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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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今宵别梦寒。